支持县政府保障大家的权益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咱拿来起厝不是无人在买，是咱的土地受到限制，所以人无法度移来来在起厝，也则是起工厂，所以我们林内乡的土地被受到了很大的限制，所以我希望呢，中央能够重视我们地方的声音，应该把我们全乡的区域能够重新的这个划分跟规划。